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股市总司令。今天台北股市加权指数涨了70点，不过我问各位，重要吗？你看看我们今天的侧标，四个灯。我们最近啊，就是说从上礼拜嘉伟老师曾经把这个元宇宙的股票出清过一次，好，后来我不是说整个假日我就开始不准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怕这些股票飞走，因为我当我看一看美国的元宇宙概念股往上冲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啊，嗨呀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花了礼拜一、昨天礼拜二加今天礼拜三，我不断的去进行这个太弱换强的动作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曾经买过钢铁股，对不对？原本有赚到一根多涨停板，后来我们回到成本，我们把它卖掉了，不要了。目的在于什么？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元宇宙概念股之前飞掉的通通把它买回来。你看我们昨天把预创买回来，对不对？昨天我们预创涨停板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四个灯，差一点五个灯，因为它差一点点攻上涨停板，对不对？那像这个3504阳明光，我们今天第一通指令就是买它特惠的股票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6756威风电子，对不对？还有3515华勤，这些都是我们曾经卖掉后来一度飞走的，可是我今天通通把它抓回来。所以呢，四个灯，这就是嘉伟老师最近这几天我不断的去告诉各位的。我稍微看了一下 PTT， 很多人说哦，嘉伟老师最近哦那个气势很差啊，心情不好。我说我心情哪有不好啊？我昨天有心情有不好吗？我昨天没有这么搞笑，这两天没有这么搞笑，是因为我要教各位一些东西。我用我们的实际的操作，对不对？我要来教各位，我们曾经稍微遇到乱流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曾经稍微遇到乱流？那我们要怎么样再重新的站稳脚步？我用我的实战操作，我们会员的操作，我来教给各位。所以我不能搞笑啊，我不是心情不好，我不能搞笑啊，对不对？我礼拜一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讲，很快，因为我们方法是对的，很快你就会发现我们再次站稳脚步。今天也不过才礼拜三，四个灯，我们是不是再次站稳脚步？所以你看，我说昨天啊，昨天我说那个晋级的宇宙酸通通跑出来，不止投顾老师哦，我昨天去看 PDD， 光是宏达电 is over 这篇文章就三篇，然后底下那个留言啊，你看他底下那留言那些网友啊，其实我稍微会看一下账号啦，嘉伟老师没有 PTT 的账号，但是我都用网页版去看，就是你稍微去看到，哎，这些人都是之前宏达电在涨的时候都没有出声的，你知道吗？昨天哇，你知道吗？全部跑出来，烂股票，没有 EPS， 对不对？甚至还说什么董监酬劳领太多，哦，拜托你帮帮忙好不好？这跟股价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你就会发现，昨天宏达电也不过打到跌停板，触到跌停板一下，通通跑过来。所以我昨天我在节目上我讲什么？我说昨天它是一个机会题，也是一个陷阱题，就看你怎么选择咯。陷阱是什么？陷阱是这个嘛？不是又是它吗？每次陷阱都是它啊！我真的没有批评航运股的意思啊，但是我就说它是一个陷阱题，我今天当一个分析师，我必须有责任，我要提醒各位，它是一个陷阱。对不对？来到前坡套牢区，在此祝福水手们都能大赚。哎，我昨天我已经很客气，我还拿最强的出来讲哦，我没有拿这一档哦。你如果拿这一档的话，不是什么前坡套牢区，哎，前坡套牢区在这里耶，
它昨天就算昨天反弹，它也是快破底耶。我还拿长荣最强的出来讲哦，我说祝福你们都赚钱，但是我认为它是个陷阱，对不对？那昨天元宇宙结束了吗？我用我实际的动作告诉你嘛，我买，是不是？难得拉回你不买，那我相信昨天一定很多人被洗掉。姜老师之前讲过一句话，当你今天卖掉股票的那个时候，你心态上就变空头了啦，是不是？我们昨天买在这里拉起来嘛，威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宏达电呢？宏达电昨天跌停板，不管你昨天是卖在哪里，你昨天是卖在这里也好，卖在这里也好，卖在这里也好，都好。就算你是卖在跌停板，对不对？我们昨天是跌停板，那时候买的。我们还在跌停板之前就把指令发出去，这样一买的话可以买在跌停板。你昨天你不管卖在哪里，你昨天看到一根跌停板，你一定会希望说今天宏达电再一根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希望别人比你好，所以你一定希望说，比如说你昨天好，假设你卖在跌停板 81.9 好了，你一定希望今天再一根跌停板嘛，跌到70几块嘛，甚至跌到60几块你才会开心啊。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心态上就变空头了嘛。所以你看到昨天铺天盖地的，奇怪呢，我昨天我觉得我接这个跌停板接的超漂亮，我昨天超开心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昨天点到，然后我这个时候发call讯。昨天我如果我昨天想要收会员的话，我一直在这边跟各位讲，我说投顾老师齁，真的把贪嗔痴放掉，真的啊。嘉伟老师昨天如果我在节目上，我是想要收会员，我笨吗？我跟各位讲，我买跌停板的宏达电，你看看其他投顾老师避之唯恐不及啊。但是今天呢，对不对？我昨天说第二套剧本，你等一下看哦。我们今天在这里，我早上没有追哦，我是利用它拉回，我今天在这里再买一次，新会员。在这里再买一次，我们每天都有新会员啊，那新会员要进场就这样买一次，这里几乎最低点，没有call到最低点，这里十差不多，我记得是16分吧，10:16左右在这里。标股不就是这样上车的吗？因为我跟各位讲嘛，我们今天我们又不是90块才买宏达电，我们宏达电已经从什么时候开始做？38.5这样买上来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一段166%的涨幅，你如果你没有参与到，我说一句实在话，关你什么事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也不想提啊。你看到我昨天的节目，我是重新提我买跌停板，但是不代表这个不存在啊。我只是不会去像其他分析师。难得做对一次，就在那边一直吹，一直吹，吹吹吹，哇，那个吹，吹几年都可能继续这样吹下去，对不对？我不喜欢了。我们获利了结了，威盛获利了结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存在的事实。但是我每天光是吹这些，那还得了？我节目都不用做，什么三晃、中华化，对不对？我都不用做。我希望能够给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我要怎么进去？我用我实战的操作跟各位讲嘛，不是吗？所以你看哦，当我们昨天买完之后，你看哦，我这两天哦，很多人说我们这两天操作不好，哎，我们这两天还是有涨停板哎，拜托，只是我希望把时间花在我跟各位的讲解上面。你看哦，像这个是我们礼拜一，对不对？我们礼拜一宏达电买了就杀下去了，杀下去了。但是我们礼拜一买建汉是涨停的，买康普是赚的，买重旗是赚的，买宏康是赚的，然后买茂达也是涨停的。虽然我们是用追的，
哎，嘉伟老师，你不开心？我哪有不开心啊？我只是我希望能够花多一点时间跟各位讲事情。昨天我开不开心？我开心啊！我们康普获利了结，茂达获利了结，宏康获利了结，威智、海光，我终于把这两个拖油瓶给干掉了。没赚钱，但是我们也没赔到什么钱，基本上应该在成本附近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跟各位讲说，第二套剧本，好股票也要有好买点。一买突破，二买拉回，三阶跌停，是不是？你现在你要买的是什么？曾经整理过的，有拉回的，甚至被错杀跌停的，才是你要去买的。不然你说你啊，你今天去追那个，去追那个昨天涨停板的股票，你很有可能今天都是被修理啊。这是我们昨天买宏达电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昨天买兆赫，我们昨天买预创嘛，涨停板。虽然今天预创小涨一点点，但昨天涨停板，对不对？通家、合金，对不对？昨天买不到加金，所以我们买合金试试看，因为加金昨天开盘就涨停了嘛。昨天买建汉，对不对？昨天加码建汉，尾盘拉尾盘，然后到了昨天晚上，我相信你看到昨天晚上你就知道了啦。这是那个 Roblox， 对不对？昨天再涨 7.51%， 再创新高。导播这里帮我放大一下，你知道这一根上礼拜二这一根，你从图 K 线图上看起来没什么，你知道这一根这样子跳上去一天涨几%吗？一天涨 40%、42% 的样子。涨 42% 之后整理两天再创新高，那我问你，你要不要在这里买回来？这里只剩下涨 12%、欸，你如果这里买回来这样子冲上去，如果以美股来讲又是30-40%、欸，标股不就是这样上车的吗？对不对？ AMD 昨天再创新高，有没有经过整理？来，导播放大，有没有经过整理？有。所以我为什么我说你要拿出第二套剧本？然后这个高通昨天最猛，本来早盘没什么表现，后来他开了一个发表会，说他有跟 VR 有很大的关系，有没有？开一个发表会，哇塞，股价爆冲啊！那时候我还没睡啊，就从这里啊爆冲，然后后来我去睡了，尾盘继续拉，最后反而涨了快8%，一根红 K 棒创新高。来，导播放大，请问有没有经过整理？有，这一天还有一根长黑棒，是不是第二套剧本？因为股价已经涨一段，你说2498宏达电，你说嘉伟老师，他可不可以再跌回30块让我买？你在做梦吗？哪有可能的事嘛？所以你昨天跌停板就是一个好买点了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就跟这我会今天早上的指令嘛，我说昨天元宇宙的股票出现了大量高档震荡。然后呢，一度达到跌停板，所以我们发现市场上立刻出现大量对宏达电看坏的言论，不仅分析师哦，网友也一堆哦。我觉得很可惜啦，真的，因为昨天其实明明是一个上车机会，昨天宏达电跌停板是一个很好上车机会，结果你们又跳到陷阱里面去，对不对？好，许多投资人原本有买的，我看昨天也是被洗下车，所以我们昨天反而利用跌停板再次加码。然后昨天晚上元宇宙概念股全面大涨，表示我们加码成功，这个都可以预料的。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写了一首诗啊，送给这个大家啊。我说红茶跌停众人气，航运陷阱却跳进，老苏抄底神操作，天罗地网是报警。你知道什么是天罗地网式吗？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金庸的《神雕侠侣》的小说？天罗地网式是古墓派的入门武功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小龙女那时候有没有教这个杨过打这天罗地网式，有没有？然后杨过看得目瞪口呆，又惊又喜，哦，姑姑是在教我一套奇妙的掌法，赶快用心记着。后来小龙女打了一盏茶了10分，对不对？然后长袖挥出，两股袖风扑出，群雀尽数跌下，叽叽乱叫，才一只一只的振翅飞去。杨过大喜，牵着他的衣袖道，姑姑，
我猜郭伯伯就是郭靖也没有你这个本事，对不对？超厉害，那个麻雀都飞不出去。小龙女道，我这套掌法叫做天罗地网式，是古墓派武功的入门功夫，你好好的学吧。嘉慧老师今天就是用天罗地网式把元宇宙这些麻雀通通给他抓回来，四个灯啊，不然四个灯怎么来的？所以我最后还是花一点时间讲了，整天在那边唱衰说宏达电会爆雷，宏达电会死定了。你看啦，这康控爆雷啦，对不对？我问你嘛，我说这种现行才会爆雷啦，你懂吗？这种现行会爆雷，利多都还没看到会爆雷，追他买他都来不及了，他会爆雷。你自己去看，现在报告慢慢出来了啦，这是 Digitimes 啊，元宇宙催生 AR VR 头盔装置需求，未来五年复合成长率高达58%，不管你认同不认同，报告是慢慢出来。那所以呢，宏达电你认同不认同那是你的事，市场上全世界的大资金都在追 VR 头盔，这是事实。所以第一段的节目最后还是告诉各位，太弱幻强了，真的啦。这首歌是昨天本来要唱，好，没有时间。这个是以前这个黑松沙士的这个广告曲，东方快车的《就让世界多一颗心》。就让宇宙多一颗心，就让人间有一座桥，就让地球是一个家，让我们在困难中长大。就让宇宙多一颗心，让熄灭的火山再燃烧，融化所有冷漠和骄傲，安定所有摇摆的灵魂，激荡你我心中的热情，跳动不停。下阶段回来，我们来讲讲今天的操作，为什么我们会有四个灯。我们先进入广告，带回来。陈通总部三大保证：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；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；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陈通总部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陈通总部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陈通总部三大保证。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；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；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陈通总部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陈通总部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，02-2752-5868。台湾正面临一个重大的司法变革，我们的台湾需要你，需要你的声音，你的经验，你的想法，你的勇气，让我们的法律保有人性的温暖。你第一次有权利打破人与法之间的藩篱，帮自己和所有人的未来做一件大事，让台湾再前进一大步。全体国民的新任务，你就是国民法官。欢迎各位回到现场。我之前我就跟各位讲过了，我说只要你方法正确，涨停板它就会变成是家常便饭。那我昨天我也跟各位讲过了，嘉慧老师把之前啊
之前五月多以前的节目通通删掉，之前很多网友不谅解，那是因为啊，以前的方法都是错的。你会发现嘉慧老师现在的做法根本就是在打脸我以前我自己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是错的节目，你放在网络上，你不是要害人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就把它全部干掉了，好几年了，通通都干掉了。因为我就跟各位讲，我今天讲已经第三天了。你看我们之前去年这个爱普很帅，对不对？买进大涨，涨停大涨，涨停涨停涨，哇，三天快50%，超帅。五天快50%，卖掉，卖掉之后就希望它跌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涨出去，哦，就开始由爱生恨。哦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你看，跌停板了吧？你看，啊，宏达电昨天不是跌停板？我一直拿这个在暗示各位啊，跌停板可怕吗？然后你回来看，来，这就是爱普这一根跌停板，来看一下，在这边，导播放大，这一根跌停板之后，隔天开个低，直接就又拐上去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会买宏达电的原因嘛。我的好几套剧本，嘉慧老师常常讲说，我的剧本为什么我要昨天翻出第二套？你以为我去年被嘎了的时候，我都没事干吗？我是不断的在反省，不断的在检讨我的方法。所以呢，上礼拜当我卖掉的时候，我突然很不准，因为我突然有一种感觉，哎，我怎么好像又跟去年干了同样的事情？所以我赶快把它拉回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如果再一意孤行，你看之前这边有赚到，后面你放掉的鱼尾巴是吓死人。所以我也不断的跟我的会员讲，我说我们最近动作是快，但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汰弱换强，因为你这样子你才能够抓到标股。只是说两个礼拜前你会发现都涨比较中低价股，大概30-40块的股票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到像宏达电这个股票已经从30几块涨到100块，基本上现在好像要百位数以上的股票股价会比较好。那我们今天我们普惠就没有涨停板，普惠没有涨停板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普惠买的我都是尽量买在100块以下的。那当然我后来发现这一点之后，我明天开始我会去调整，去调整，我们不会今天最好大概就这个2498吧。我实话实说啊，我明天开始会去调整，也会开始带他们去买100多元以上的股票。为什么？不然的话他们会绩效会比较差。当然两三个礼拜之前他们的绩效是比其他的那个组别都还要好，反正我们那种高级会员都会打电话来抱怨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现在就刚好倒过来啊，倒过来变成是像今天特惠的绩效超好，对不对啊？什么叫汰弱换强？我举个例子，你看哦，这个嘉金昨天的新闻，明年营收再成长，元宇宙是不错的机会，一开盘就涨停板，它最强了，你根本买不到它。所以我昨天买不到嘉金，我尝试去买有整理过的合金，对不对？结果合金怎么样？表现不怎么样嘛。所以今天你是不是应该把合金换掉，去换回嘉金嘛？一个灯，这叫汰弱换强，懂吗？然后今天最强的是他，羚羊创新，对不对？说要打入元宇宙概念股5236，你根本买不到，开盘一价锁到底。所以呢，我们买有整理过的阳明光，对不对？3504，我要整理好久了，对不对？整理回撤月线，嘣，今天就出去了，就这样啊。我们第一通就买进了这特惠的股票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把建汉获利了结，换到微风电涨停，第二个灯啊、哦，这个我后来太赶了、哦、所以我就只有我没有涂颜色哦。重旗卖掉啊、哦，重旗因为是两组会员都有这一档股票，所以呢，比较大资金的会员去买华勤，你看200多块的华勤涨停板。反而普惠买30几块、40块的股票不会动，所以我刚刚我已经把秘密告诉各位了，以后接下来你要买100元以上的哈。然后宏达电昨天买，威盛昨天买，今天宏达电大涨，威盛大涨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明天还会继续调整
把100元以下的股票慢慢把它调整掉啊。所以这个是网友写的歌，我帮他改了一下，比较顺哈。昨天我买了张元宇宙，你正提着红茶往外泼，泼在股票跌停价哦，船上的水手笑得呵呵呵，你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，你只是 VR 眼睛望着我。元宇宙，元宇宙，涨啦涨啦嘞，卫生愚创红茶要干地界嘞。元宇宙，元宇宙，血红一号棒，重返荣耀不是梦。我们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三大保证：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；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；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陈通投顾拥有股票、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陈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陈通投顾三大保证。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；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；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陈通投顾拥有股票、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陈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，02-2752-5868。早前听到范医生。